你看见没有？我说过，万无一失啊！兄弟们都穿，不是我，你这个臭脾气得好好改改。哎，你是小子，你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事情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到里面呢，留着，回去给同门上正式喝点说吧啊！
坚持一下，过了前面的山沟，就安全了。是，啊，你们下去吧。政委，坚持一下。你们跟着，政委，跟着团长，走到鬼子附近。好，全在里面出不来了。什么？你，鬼子有多少人？树林里面密密麻麻都是鬼子，不好说啊。通知排长，给我去救人。是。
听说福州只有半句假话，情愿天打五雷轰。太君，我都给祖宗起誓了，村里面真的没把握。要不信，我再给祖宗磕头。 好奇怪，我明明已经把上面那个石头推动了，但是又被人给推回来了。怎么会是鬼子？如果是鬼子的话，那我们就被发现了。一定是上面的人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。 撞南墙不回头！不撞南墙不回头！不撞南墙不回头！走！太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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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Schande! Nein!救你了，阿杰，你挺住啊，镇住了。
的。快走！快走！姐，会把你救出来。好孩子，你快走！队长，走呀！队长，队长，左队长，我命令你带着于静走。好女人，快走！这是命令。
路の仕業か。少佐、現場は薬莢だらけで発露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。どうして長年の経験から見て、これだけ少人数にこれだけの弾は使わないでしょう。お前は発露が強いと思う。いや、誤解です。発露でなければ一体誰がやったのか。リムロ君、都跟着你。李少爷，当初跟着你为的就是杀鬼子，不是小鬼子自投罗网，所有投降的都二宝，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住手！
抓住李军，重重有赏。是。 每一次我都冒着生命危险，你知道吗？赵先生，朱队长。
你能眼睁睁看着鬼子肆虐我中国，欺负我毛百姓，就算你是铁石心肠，你也不能助纣为虐。这么爱讲道理啊？就跟小鬼子讲了，他们懂，我没空。请你站出来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我这人很简单，我就想平平淡淡过日子，我不懂什么救国救民。你找别人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别骚扰我了啊！周队长。去干嘛？
兵去领兵连走一趟。平日总有火爆竹的时候，那还好。
我都。赵少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这两个炸弹真的落在小鬼的手里，那炸死了肯定是咱们的同胞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做好了交给我们，那炸死的是小鬼子。还有，当年你为他们做炸弹是被迫的，但现在你完全是自愿的。您现在所做的是为了咱们中国，为了咱们民族，为了老百姓，为的就是把小鬼子赶出去。现在你应该明白，人以财聚，也必将银败而散。有钱组织起来的队伍不可靠，谁出的价位高就跟谁做头。你知道我们八路军为什么能让鬼子闻风丧胆吗？是因为我们有理想，有信念，可以随时为国家、为民族牺牲性命。你想想看，就算你报得了大仇，你死去的父母、兄弟，能死而复生吗？少爷，家仇是小，国恨是大。我希望你能够化悲愤为力量，把这份力量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，加入八路军，为国家、为民族而奋战。吕少爷，何队长。看这小子怎么跟他上面解释。